大家好，我是威听。首先，王子维两局不敌斯里坎特，首局开局斯里坎特打了一波6-0，但王子维反打一波11-4，以11-10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王子维持续保持领先，一度以20-17拿下局点，但斯里坎特接一波5-0反超，以22-20拿下首局。第二局，王子维领先3分，以11-8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斯里坎特追至13平后，逐渐反超，重现第一局的20-17。拿下赛点。虽然王子维连续挽救2个赛点，但还是以19-21输掉比赛。